系各位马迷朋友好，欢迎又嚟到 Layman 嘅频道。咁啊，今日当然要同大家讲翻下3月29日马会喺沙田安排咗8场，咁就系泥地赛事全泥夜宴嘅重点报告。咁啊，讲翻 Layman 嘅成绩啦。咁啊 ，Layman 喺事前 live 都同啲各位朋友讲咧，今日嘅赛事咧，随时会跑一啲咧泥地冇根冇据嘅马出嚟噶吓。咁啊，因為呢咪就見佢哋試習啊試得好啦，咁啊，但係又實際上咧，同場亦都有好多泥地馬喎，咁啊，所以覺得都係混亂日子啦，咁啊，真係開咗好多冇泥地賽績嘅馬嚇，咁啊，呢咪自己又同大家講就話會小注怡情嘅，咁啊3條片咧，咁啊中1條4重彩啦，咁啊另外咧 Q 就中唔到啦，咁啊都中翻2條位置 Q 啦嚇，咁啊3條片咧，咁啊都有錢收嘅。咁啊另外咧2隻投注馬咧，咁啊嗰只我為你翻嚟最尾嗰步咧，因為早段就俾人燒啦，咁啊 win 唔到，咁啊跑翻個 pay 啦。咁啊另外中華叻叻咧，實際上個狀態差咧，就同埋同上次個跑法都有幾大分別啦嚇。咁啊追咗一程咧，咁啊都係得個近字啦嚇。咁啊，即系5場馬，咁有4場有錢收，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就去到季尾啦嚇。咁啊，因為就快又話嚇又排位啦嚇，咁啊個賽後報告咧都係簡短啲好啲啦嚇。咁啊，同大家讀下個賽後報告啦。咁啊，第一場啦，咁啊嗰只劍在九天，咁啊 Layman 嘅頻道啊追咗佢好耐㗎啦，咁啊都冇開過齋㗎喎，但係今日咧呢只劍在九天咧喺泥地15倍咧，咁啊贏咗馬啦嚇。咁啊另外跑第二嘅有型有福啦，跑第三就奧華威威啦。其實呢一場馬個步速嚟講咧，都係有少少快㗎，所以有型有福都係跑得好㗎。咁啊劍在九天估唔到跑泥地咧，一早啊跟得咁前，翻到嚟仲有後勁喎嚇。咁啊另外嗰只奧華威威都係佢近期嘅水準啦。咁啊，以及嗰只金牌實力啊，當家信心呢啲檔咁差咧，咁啊賺啲步速咧都有追嘅喎嚇。咁啊，講翻個賽後報告啦，有型有福啊，埃蘭啊，獸醫話跑啦，抵達起步點咧，優達星個口有血啊，獸醫話跑啦。咁啊，劍在九天出閘慢咗，優達星出閘一般，跟住俾奧華威威撞。金牌實力出閘普通，跟住咧就喺無敵精英同黃龍帝國嗰陣時逼到收慢。咁啊，黃龍帝國就係打斜跑，咁啊喺呢單嘢金牌實力啊撞到無敵精英，當家信心一大外檔出閘就切入，班德禮不小心擦騎創高峰，700米冇帶嚟優達星，咁佢就吸入去咧，咁啊搞到佢壓咗去奧華威威嗰度，咁啊奧華威威咧就曾經俾人逼過嚟嘅。咁啊，小組啊，佛班德禮咧就2個賽日，400米咧嗰只勇猛精靈咧喺黃龍帝國之後受困，無敵精英沿途外跌，原來無敵精英有好多血同埋軟惡而位啊嚇！優達星黃浩南有嘢講，佢認為坐騎根本跑唔到泥地喎嚇。咁啊，賽後田泰安黃龍帝國大部分情況都走外跌咧，咁啊，所以末段咧係冇得衝嘅。咁啊，講第二場啦。咁啊，第二場啦，咁啊，嗰只阿 Layman 上季，即係呢只歡喜復星上季揀過佢一次咧，其實我覺得佢跑普普通通嘅啫喎。咁啊，但係今日咧賺咗個快步速咧，加里哥哥咧，轟一聲咁啊，連阿 Layman 揀嗰只我為你咧都俾佢過埋喎嚇。咁啊，風采華庭都話啦，今日有好多馬咧係好耐冇跑，但係咧即係健康有問題，但係試習試得唔錯嘅馬，你揀佢又唔係喎，你又驚佢健康有問題啦。你唔揀佢，佢試習又好喎嚇。咁啊，呢一隻風采華庭就係一個例子啦。咁啊，另外咧，Layman嗰日同大家一齊陪大家睇試習嘅我為你啦，咁啊，俾一最尾一步俾人過咗啦。另外Layman講，我上次已經買咗2次嘅贏到爆咧，咁啊，今日個檔位太差啦，Layman嗰條單位指標咧。咁啊，最尾咧就追唔切咧，其實都好近距離啊！即係風吹華庭同贏到爆咧，差唔多係平頭第三嘅嚇，啊真係陰功啊！咁啊，上次揀佢嘅攻頂咧，咁啊今日個狀態差咧，就跑過第五啦嚇。咁啊，有心有型出閘一般，跟住俾中華威威撞，歡喜福星起步就斜跑撞到風吹華庭。型到爆一出嚟咧，就俾鑽石寶寶逼到受阻，咁啊早段就係咁樣就受一受阻啦。
當時鑽石寶寶出閘笨外斜，而出閘慢嘅鑽旗大師迎到爆就壓咗去宮頂嗰度，咁啊迎到爆更加係甩咗只鞋咁樣翻到嚟冇咗條位置叫啊！咁啊去到350米啦，迎到爆喺有心有形之後再受困咧，仲要拉翻出去先望空啦。咁啊多得阿騎師哥哥啦嚇，佳運發沿途走外碟。咁啊賽後蘇兆輝咧就話有心有形走得唔夠順嘅。他話咧，喺距離終點好遠咧，佢已經懟噶啦。咁啊，獸醫檢查原來有好多痰啊嚇。咁啊，關乎呢只鑽旗大師嘅騎法，阿何曉就話咧，坐騎擺後邊跑咧，直路早段騎落去有反應嘅。何曉又話啦，坐騎最後200米其實追好多喎。佢起初咧就諗住將呢只鑽旗大師喺船裏多彩啦，同鑽石寶寶之間望空嘅。但是呢嗰兩隻之間稍微一斜跑呢，咁變咗就嗰個位置就冇咗啦，就要立避船裏多彩啦。咁佢話啦，將隻坐騎移到船裏多彩嘅外面呢，先至再吹拆呢，咁船裏多彩呢就追好多喎。咁而家係輸4個馬位呀，咁嗱嗱臨講第三場啦。咁呢文成日同大家講㗎啦，咁方仔有馬贏呀或者博馬近嘅時候呢，咁大家千祈又要留意一下鄭俊偉喎。咁下一場呢咁就鄭俊偉嘅緣分啦。咁跑第二嘅豐盛多彩，咁阿方仔呢嗰條同阿緣分嗰條 Q 呢，即係佢啲 friend 弟呀。咁跑過第三啦，咁另外方仔另一隻嘢靚呀跑過第四呀。咁試閘話可以更好嘅綠燈呢，咁今日就跑過第五啦。咁巴巴閉緣分出閘一般，雷霆戰區一出嚟比起俾嗰只幸運聖區逼啊！幸運聖區出閘笨咗外斜，雷霆戰區嘅切入，福星高照咧就喺斜跑嘅金樽一號啦，同埋試閘即係擺後追嘅華美福星之間逼喎。咁但係今日華美福星啊擺頭走啊，俾人燒啊！咁勁 fit 早段咧就俾綠燈過咗，咁1500米勁 fit 就外斜。收慢避開隻綠燈之後咧，就昂首嘅，搞到飄記飛咧就走咗外碟。幸運聖區冇遮擋，走外碟到1000米包尾大敗，但係咧又檢查唔到乜嘢。600米雷霆戰區咧就喺緣分同巴巴閉之間咧就失平衡。巴巴閉喺幸運聖區後面外移出嚟，咁跟住咧就開始褪啦。小組就譴責波件事咧，咁要帶嚟其他馬匹喎，咁雷霆戰區撞到緣分嘅後面，咁緣分就失咗平衡，咁夜日靚呢就要收慢避開隻緣分。咁殺到500米啦，咁緣分呢就喺勁 fit 裏面呢逼一逼收慢，當時勁 fit 就已經喺度褪啦，即勁 fit 都有落飛呀，有啲 Q 飛喎，而家跑尾二喎呢隻嘢呀。咁400米啦，雷霆戰區喺勁 fit 同金樽一號之間咧就立避嘅，咁當時因為嗰只勁 fit 已經喺度褪啦，咁緣分咧就挨咗落去，咁而金樽一號咧就向外移先至再推進，福星高照400米到200米就一路係咁塞塞塞塞塞塞塞，150米再移到金樽一號外邊望空啊，賽後華美福星就講啦，咁田泰安啊試閘啊留後，因為試閘個途程太短啊，佢留後都唔奇嘅。咁但係今日就俾人哋燒啦。田泰安就講啊，佢話坐騎雖然放到頭啦，但係咧喺賽事唔同階段領放下咧，係被追逼啊，即係俾人逼到氣都冇得唞啊，大佬啊！佢話末段咧就冇得衝嚇，咁原來更加患難又喘鳴症啊嚇。咁巴巴閉有好多痰，又係有扯蝦嘅問題啊嚇。咁一場馬有兩隻馬扯蝦嚇。咁讲到第四场啦，咁第四场啊，Lemon琴日嘅心水啊，一隻就试习话佢好少见到嘅明俊福星试习有咁嘅手势㗎，咁今日都赢得好远下㗎，咁嗰个福俊黄星入直路都放到甩晒㗎啦，呢隻马试习呢就称住嚟试喎，苏兆辉有好多马称住嚟试呢，出嚟都系薄㗎，尤其是文家良马房啦，同埋有落好多飞㗎嘛。咁加州海哥咁今日快都唔夠快啦，咁要後上啦，因為前一場佢都係後上嘅，即係阿鍾奕麗騎錯嗰場啊。咁倍增勝數你又估唔到佢今日要同上次嘅跑法完全唔同喎，係咪個步速太快呢？其實上次個步速都快㗎。咁嗰條四重彩呢，如果嗰隻倍增勝數追唔到上嚟係仲好分啦，咁因為大眾勝利第四呢
個派彩率就肯定仲好啦。咁啊，八卦出雜笨就俾倍增勝數撞，咁啊唔怪得貼支倍增勝數後上啦。咁啊，星運王出雜慢，大眾勝利一出雜失地，跟住喺勝利同盟嗰度逼一逼。當時勝利同盟俾顏色王子帶外跑，咁啊我都話好少講呢只顏色王子㗎嚇。咁啊今日試兩課雜咁靚咧，我都冇講佢咁滯，即係冇乜點冇揀佢啦嚇，因為個檔實在太差啦，多數俾人攝住㗎啦。咁啊，大眾勝利咧，跟住喺馬群之後切入加州海哥進黃星起步互相撞。咁啊，呢輪揀六隻馬咧，咁啊，除咗嗰只叫心花放，今日冇乜飛跑第七咧，即係得一隻勝利同文攝住咗啫。如果唔係頭六名翻曬嚟啊，你話心花放掉去個第四就開心好多啦，係咪啊？好多朋友都會更加開心啊！咁啊，快快快早段搶口啊！倍增勝數咧，早段隊咧，但係都擺唔到前喎。700米勝利同盟喺星冠王同倍增勝數之間擠迫收慢，星冠王外斜，倍增勝數就內斜。咁啊，叫阿嘉你小心啲喎。咁啊，倍增勝數末段喺加州海哥外斜咧，要拉翻去裏邊先望空。大眾勝利轉直路彎同早段嘅騎法報文就咁樣講嘅。他話中段咬住星冠王，其後在倍增勝數的裏面，所以呢就沒能夠推進到。他話當他發現星冠王呢一移離內欄呢，他在500米呢就推進到星冠王移離內欄那個內欄的裏面，但是星冠王呢移動的幅度呢又不夠給他去望空、哦、即是在那裡等啦、啊。那坐騎就有受困的，他就說啦，他話賽事咧呢、這個分段因為前面赤稀嘅泥頭咧，就搞到視線就受阻啦嚇。阿布文上次又話騎馬嘅時候視線受阻啦，而家又話泥頭赤稀又話受阻啦嚇。睇下幾時又話視線受阻啦，係嘛？即係呢條橋食得住啊嘛，係嘛？雖然咧喺星冠王嘅外側同向落外斜跑嘅倍增勝數裏面有位啦，但係咧，佢未能將坐騎向外移出，即係又係等啦。佢話因為坐騎當時太靠近星冠王嘅後面，咁好彩都叫做有錢收嘅。如果唔係啊，呢文呢度都發緊脾氣㗎啦嚇，係咪啊？咁多老友啊，原來喺度係咁喺度等等等等等，因為話嗰陣時我望緊嗰只叫做明進之星追唔追到㗎嘛，大佬啊，嗰只嘢，哇！嗰只咁嘅進黃星放到甩曬㗎嘛。咁啊，坐騎因而受困咧，未能望空到300米啊！嚇，小組考慮完報文咧嘅講嘅嘢之後咧，咁啊，小組摸一摸個下巴，啊，你講得都唔錯啦，係咪啊？視線又受阻啊！嚇，咁啊，講第五場啦。咁啊，第五場咧，黎超星嗰只亞洲力量咧，季初呢文都追過佢嘅，不過呢場馬真係冇時間度啦嚇。咁啊，當日佢啊跑得麻麻地啦，咁啊後屘一路都係幾準嘅嚇。咁啊，華卓晴琴日有條片都講啦，對手好多都喺三班跑嘅，咁啊今日喺佢喺四班喎，咁啊跑翻條 Q 啦。咁啊嗰只落足料咧，就今日又跑翻出水準咯喎，咁啊中段踩上嚟咧，咁啊冷門啊跑翻個第三喎，琴日試集試得唔錯嘅高運啦，咁啊今日咧佢狀態差咧都追過第四嘅嚇，咁啊風芒勁路啊第五啦，咁啊龍船快都話試過課集咧。其實就騎落去嘅反應可以更好啊！咁啊第六啦嚇，咁啊龍船快咧就獸醫話佢教完國安咧就話獸醫啱跑喎，眾歡笑出閘一般啦，就喺風王勁路同埋龍船快之間逼嘅，喜連心聲出閘笨撞閘，安耀出閘慢俾高運撞，高運俾光明先驅大內跑。今日嗰只心花放咧，今日高柏山馬房好多馬都冇乜飛噶嚇。咁啊，安耀咧就出閘慢，跟住就俾高運撞。咁啊，即係唔係開餐嘅日子咁啦，好似好似得一隻有 pace 係嘛？咁啊，當時高運俾光明先驅大內跑，咁啊出閘笨內斜，安耀早段切入，中華叻叻亦都早段切入啊！中華叻叻個檔太差啦，上次啊攝喺裏邊贏啊嘛，咁啊今日要掟咗佢外邊啦，個檔又差留得後啦，咁啊追唔切嘅。咁啊1600米咧搶口收慢遮擋嘅光明先驅咧，就喺喜連心聲嗰陣時嗰度昂過手嚟嘅。1400米亞洲力量俾風芒勁路擠迫，當時風芒勁路就內斜。
就俾嗰只华雀情紧逼在内斜，蜂王劲怒咧，直路受困不能望空，龙船快亦都喺450米塞到350米嘅。400米，中华叻叻要避开光明先驱，再拉去外边先冲。华雀情沿途走外跌。咁啊，到安耀嘅骑法又问下咯，问下苏兆辉哥哥咯吓。佢话坐骑中段咬住嗰只众欢笑700米到500米咧，咁啊因为嗰只众欢笑冇推进咧，咁啊塞住咗自己呢只安耀啦。咁啊佢讲啦，入直路开始骑，但系咧又系马匹嘅踢起嗰啲泥头咧，视线又受阻，系咪啊？即系唔系只马视线受阻啊？个人嘅视线受阻。咁啊係嘅，即係你有風鏡擋住咧，咁啊真係嗰啲泥打落嚟黐住咗就睇唔到嘅，係咪啊？咁啊同埋阿布文嘅解釋啊，咁都得啊嘛，係嘛？得啊得啦，係嘛？300米就喺建測群英同埋澤星光輝之間咧，就要立避啊！咁啊蘇兆輝見到布文得，咁佢又講啦，佢話咧因為個能見度實在太低啦，係啦，而家係天氣報告時間啦嚇，能見度係太低啦。佢话坐骑咧，拱到去建测群英啦，同埋澤星光輝之间嘅窄位咧，系感到不安嘅吓，系啦，就我成日见到啲人跑马搏杀嘅时候咧，一踢起有泥头，一阻住，即刻攞只手出嚟抹啦，系咪啊？仲喺度等啊？仲喺度睇啊？冇飞就冇飞啦，就唔好解释咁多啦，系咪啊？大家都见到噶啦，嗰啲马一踢起个泥头，一都真系前边一遮住，如果搏杀紧，嗰只手即刻放低条缰绳，就即刻抹个镜啦。再唔系成个镜都抌鸠埋去啊！而家喺度等啊，跟住又话解释睇唔到啊，即系中意点讲都得啦，系咪啊？佢話咧，所以咧感到不安咧，就要立避啦。咁啊，將坐騎移到澤星光輝外邊，先至再望空啦嚇。鍾奕麗見測群英報告咧，喺泥地跑得唔順喎。咁啊，係啦，咁啊，亞洲力量轟一聲騎上嚟，哇！嗰只華卓晴最尾嗰兩步都唔夠佢嚟啊嚇，即係個磅位差太遠啦，即係華卓晴130磅。咁啊，亞洲力量又後生啦，116磅。咁啊，嗰只落足料咧，都中段踩上嚟個檔位太差，克服唔到咧，咁都跑翻個第三啦嚇。咁啊，嗰只高穩咧，其實試習琴日同大家睇已經有咗啲進步噶啦嚇，有反應嘅。不過究竟下次如果佢跑草地，係咪再係有走勢咧？因為佢草地都近過嘅。咁啊，講第六場啦。咁啊，嗰只重點招呼佢嗰只爽快啊，都話除咗佢有一場輸馬咧。就係嗰只叫做波爾托同係馬喺度贏馬嘅時候咧，即係同主馬贏馬啦。佢喺度勾騎啊嗰一場啊，其實佢冇一場跑得差嘅。咁啊，琴日同大家講啦，啲冇泥地根據嘅馬嗰只馬爾代夫咧，其實不嬲試習都係好嘅。同埋咧，你今日好難揀嘅呢只馬，即係點講啊？所以我都費事拖腳啦。咁啊，叫做中翻條，其實都幾陰功嘅嚇，就係俾一隻冇跑過泥地咧就。冇咗條三重彩啦，即係爽快皮具之星無心碎片就跑1.34翻嚟啦嚇。嗰只黃炸稍微失望啲，即係個十檔，即係對上嗰幾次十檔佢都克服得到咧，今日就克服唔到啦嚇。咁啊嗰只美麗喝彩咧又懟咗喺前邊跑，咁啊大家都見到佢啦，冇幾耐已經搶口咧個頭喺度揈下揈下啦嚇。所以咧佢兩次追上嚟咧，其實都係有啲負碌得㗎嚇。咁啊！怪獸奇經出閘笨啦，失地啦，疲倦之星出閘笨，挨到無心睡眠，爽快出閘一半。因爽快今日跟得前好多啊！你見到蘇兆輝一出嚟咧，哇！即刻就騎嗰只爽快咧，咬住個靚位啦，已經啊！所以啊，羅富全食三寶咧係有道理嘅，食得啊！咁啊，其後中段搶口1200米要避開雙天至尊啦，嗰只爽快啊，無心睡眠咧400到300咧係難以望空啊！咁啊，講完啦，唔算，下次佢哋跑唔跑泥地都唔知啊。同埋今日個泥地咧，其實步速就唔係好快嘅，所以爽快咧，即係跟到個好位咧，馬爾代夫都跟得咁前咧，即係其實個步速唔算快噶嚇。所以咧，嗰只怪獸奇兵咧，今日一出閘，你預佢喺前邊啦，係咪啊？即係預佢喺前邊噶嘛，佢又一出閘又慢咗咧，咁啊追咗個第五喎，即係嚴格嚟講，佢慢步速追得好嘅喎嚇。咁啊講到第七場啦，咁啊嗰只年少有威，咁啊我都話咧，除咗季初嗰一場呢文屌到飛起嘅嗰場，
跟住仲有一路都未甩過嘅，上一場只不過轉彎咧，俾告東尼嗰只加州系嘅馬撞到咧，即係冇心機跑啊，撞到散咗啊，咁啊翻嚟跑得差啦，咁啊今日十一檔咧一樣克服得到啦，咁啊又一隻試習而係冇賽績根據嘅，咁啊呢文重點分析嘅一隻蒸蒸日上咧，啊今日咧就可以後追喎，只馬又好似進步咗啲喎。即係我睇佢可能泥地嘅情況係仲好啲添喎，呢只蒸蒸日上啊嚇，咁啊閃電啦，上次阿布文騎我都話佢係塞車㗎啦，今日咧一早啊拉去嗰個位就唔想塞咧，咁啊追翻個第三啦，咁啊但係你估啊估唔到嗰只高明進將咧，因為個步速咧就都係慢啊。咁啊變咗佢挨到個第四喎嗰日醒神又塞車啊！上次泥地田雞塞，今日啊梁家俊塞啊嚇，咁啊第五啦，咁啊係啦，咁啊中翻條位置 Q，呢條位置 Q 有啲分頭咯，有閃電有12倍啊嘛。咁啊財財一出嚟喺高明進將啦，同蒸蒸日上之間逼到立鼻嘅，當時蒸蒸日上俾醒神大外跑，醒神咧亦都俾旭日輝擠逼，旭日輝咧就俾文明之星咧就要避開就文明之星嘅，咁啊財財就失咗蹄啦。咁啊，綠茵神區又出閘笨，星運紫雀出閘一般切入，紅運大師馬群切入，1000米綠茵神區喺星運紫雀同閃電之間失平衡嘅。咁啊，紅運大師咧一度喺醒神後邊受困，400米文明之星喺旭日輝後邊受困，跟住拉去裏邊望空。咁啊，文明之星喺300米嘅時候咧，就喺加州威勝之間受困。咁啊，嗰日我都話咧，加州威勝咧試兩課閘出嚟，我覺得佢進步咗。但係上次跑直路咧，真係令到呢文都幾失望啦，即係最拉尾嗰兩三步都捱唔到啦，條 Q 甩咗。咁啊，今日咧呢只加州威勝跑泥地咧。因為個步速其實都唔算快啊，但係咧佢早段咧都係放得唔錯嘅，不過翻到嚟都輸得幾遠啊，即係呢只馬都係要，大家都知呢只馬第一次出賽啊，潘頓騎好鬼熱咧，我直頭提都費鬼事提佢㗎。其實呢只馬今季贏嗰場泥地咧，嗰場係好水嘅，仲要嗰只咩創嘅試嗰只咩創高峰嗰一課嗰咩顏色王子好慢捱過第四嗰場嚟㗎嘛，係嘛？睇下呢只嘢點搞啦嚇。咁啊，即係除咗話早段放得唔錯之外啦，其實都跑得麻麻地啊。咁啊，1000米綠茵神區喺星運紫雀同閃電之間失平衡啊！紅運大師咧喺醒神後邊又受困嘅，400米文明之星喺旭日輝後邊受困。再拉翻去裏邊咧，先至望空嘅。文明之星300米就喺加州威勝後邊又受困嘅，就困到200米。咁啊，獸醫檢查，財財加州威勝咧，咁啊，內窺鏡顯示原來兩隻馬裏邊都有好多血啊，所以加州威勝今日跑得咁差咧，其實早段可能因為我未睇翻條片啦，啱啱瞓醒嘅嚇，一陣間我睇翻下，睇下佢喺邊度爆嘅先啊，睇下喺邊一度突然間爆咗啦。咁啊，年少有威，咁啊交翻佢嘅水準啦，都話呢只馬一騎落去嗰啲反應係嚟得好快嘅，咁啊，所以連嗰只咧蒸蒸日上都追佢唔到啦，咁啊閃電第三，咁啊估唔到高明進將啊第四啊嚇，咁啊講到尾場啦，咁啊尾場咧，咁啊呢文琴日都講啦，呢場馬呢文真係冇辦法咧，可以有理有據去分析呢一場賽事啦，好耐冇跑嘅又勝不驕。未跑過泥地嘅有一大扎，試習好嘅有級數嘅有標誌智能，上次贏個姿態贏得好勁嘅有超霸性，但係咧試習突然間可以仲快咗嘅，咁啊包括有緊張大師，哇！未跑過泥地嘅有一大扎，試習好九優嘅又有，咁樣香港未跑過泥地嘅又有。咁啊，同大家講嘅順勢而飛啦，都話上次喺三班咩重磅咧。都放得咁快翻嚟咧，最尾嗰幾步咧，咁啊先至斷嘅啫嘛。佢上一次咧就係放到即係孭個重磅咧，就128磅啦，開到44.9翻嚟咧，都係最尾兩步先至俾人過噶嘛。咁你今日放到45.6啦，其實已經慢咗1秒有多啦。以及咧上次係128磅啦，咁你今日上班孭115磅啦。咁啊，理論上嚟計啦，咁啊，應該只馬如果個狀態，就算係保持平，即係保持住個狀態咧，咁你應該都可以再快啲噶嘛，係嘛？
但係今日咧個時間仲慢咗，咁啊個榜仲輕咗，咁啊變咗咧羅富全嘅三寶咧就食得有道理啦。榜輕咗，步速慢咗，輕鬆咗，咁啊所以嗰只市集好鬼勇嗰只超霸性咧，早段都話呢只超霸性突然間上次又留後跑，今日放頭市集咧走咗喺前邊又搶口喎、哦，搶完口翻到嚟末段啊冇幾多咧，但係個鐘點佢再衝嘅喎、哦。啊！呢只嘢都唔知乜嘢嚟噶吓，咁啊今日其实得十最拉尾回飞都跑第二啊，咁啊嗰只试习嘅标志智能都试得好啦，咁啊都话佢有啲级数挨翻个第三啦，咁啊变咗嗰只泥地其实都系泥地王啊，短途泥地王嘅圣意龙咧都系跑第四啦，咁啊紧张大师今日因为咧你试习好都好啦，你今日十二档都话有今日有咁多快马，起码有顺势而飞标志智能啦。咁你沿途走咁多碟翻嚟啊，邊度敢講呢只馬咧？係咪啊？大家都知呢只馬，由佢一出道，阿李文陪大家睇試集咧，好少李文揀佢嘅時候咧，佢就唔喺度噶嚇。李文唔揀佢嘅，佢就多數都唔喺度。今日我唔揀啦，跑拉尾啦嚇。咁啊，電源之區同聖意龍起步啊，互相撞啦，超霸性出閘笨，就撞到標誌智能，跟住切入。咁啊喺外檔嘅旋風飛影亦都切入嘅，咁啊嗰只旋風飛影咧呢只馬其實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嚇。除咗喺低班嘅時候咧，呢只馬喺中段啊潘頓咧，即係喺人哋未加速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拉出外檔加速騎上嚟咧，咁佢通常係贏得好嘅。嗰陣時散三班啊嘛，四班三班嗰陣時啦。咁啊，但係你見到波仔今日騎都冇乜特別大問題㗎啦，因為佢早段已經有逼佢咧，因為佢早段落腳實在太慢啦。咁你前面咧，如果而個步速唔係慢嘅咧，佢根本就即係咬都咬唔住個步速嘅。但係佢翻到嚟長長都追㗎嚇，即係佢要早段一定要咧，就係早段個步速唔好太快。咁佢譬如個檔靚啲啊，咁啊。咬得好啲咧，佢翻到嚟咧就追嘅距離就少啲啦，係嘛？咁啊喺700米啦，順勢而飛咧就喺和氣身材之間擠逼收慢。當時和氣身材避開緊張大師，其後咧就內斜小組叫加里小心啲。咁啊再加上琴日潘頓有好多馬都換人啦嚇。咁我見到琴日嗰啲今日啲報紙啊寫啊何澤瑤啊唔知點樣啊執咗個二攤啊潘頓啊痛失咗一場頭馬。其實那隻馬咪又是潘頓何澤瑤騎開的，年少有威，昨天就說咯，成事謀事在人嘛，成事在天嘛，那他們克服得到啦，換埋由潘頓搏殺飛了何耀，那麼臨場潘頓不騎得呢，又找回了何耀，那麼終於都克服到個外檔啦吓。緊張大師要試習合格喎、哦、緊張大師包尾大敗喎、哦、賽後梁家俊加應精英呢他話早段咧步速快咧，咁啊坐騎喺前邊咧，咁啊坐騎根本就跟唔到個走勢咧，一路捱到去終點嘅，直路一騎就褪啦。咁啊原來又有扯蝦啊嚇！好啦，今日嘅賽後重點報告同大家講曬啦嚇。咁啊，琴日呢文事前 live 咧，咁啊可以大家參考翻呢文陪大家睇試習啊。咁啊嗰只我為你啊稍為陰功啲啦。咁啊第一場啊呢文已經就夠膽揀呢只。我為你同埋自己一早已經買緊贏到爆嘅，咁啊，因為贏到爆嗰陣時我冇度佢啦，同埋我冇度其他對手啊，都講明係膽搏膽系列啊嚇，咁啊贏到爆第二啦，咁啊嗰只叫做唔係我為你第二啦，膽搏膽系列係嘛，咁啊贏到爆冇辦法啦，即係又受阻啊，又甩咗只鞋啊，又掟得外邊啊，檔又差啊。咁啊，嗰條位置 Q 咧平頭翻嚟就輸個鼻啦嚇，咁啊膽搏膽啊，